我真的，啥子意思嘛你？啊，是不是一天有毛病？你是不是一天有毛病？没得耍是吗？一天，你现在不是乱吃东西了哟，你是硬是要捣乱了。你午睡了你？看到我，看到我，哪个台下？你午睡啦？哪个人不听话？那个娃儿绝对帮了忙的，那个娃儿。看到我，看到我呀！哥哥，快点！我的天！玲儿，哦，猫来，苍蝇来了，苍蝇来了。知道错了没？啊，还出去吃屎吧？那我打你，我不心疼吗？啊，你说说你，家里对你那么好，干干净净的，你非要外面出去吃屎，你气人不气人？你说。谁弄的？爸爸弄的。谁弄的？别笑。爸爸弄的。